喷糟了，喷糟了！妈的，这个自动插盒真的有够北蓝的。靠北啊，没杀，差一点点。挂哥，好久不见，干这挂哥还敢大言不惭的打到 GN 啊，小子，你小子。这挂哥台湾人那边给我用中国国旗，真的侮辱我们中国同胞，必须死啊！侮辱我们中国同胞必须死啊！咚咚咚！啊，挂哥怎么了？挂哥，挂哥来嘛，来嘛，挂哥！挂哥来嘛！干他这个自动力回，干你俩这个自动插盒真的好靠北哦！干你俩，你看他这个自动插盒，这北蓝。啊不嘞！喷招了，喷招了！妈的，这个自动插盒真的有够北蓝的。不是他真的，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？他真的就是做遥感那边跟你，他就蹲在那边，你出脚，他自动就会帮你出招了。干这白痴，这样玩游戏到底有什么意思啊？我这不是很懂，我这不是很懂。好玩吗？尤其台湾人这样装中国人好玩吗？那还没弄中国国旗，真的怕开挂，不知道你是台湾人是不是？真的烦。哎呀，受不了！对，你看，他都一直蹲在那边等你空阵，然后他就会自动确认了。嗯、他几乎都是必防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，就你很难去打到他。你看，用这个插盒，这样输了，这样集气吧。哦哦，嗯。来啦，四神，四神。你还不出拳脚的白痴，你都让外挂帮他弄，你看抓六六抓的特别准，你看这个真的，这真的这样打真的打不赢的，他比上次那个外挂聪明多，上次外挂还会自己在那边乱伸手，这一只不会，弑神。干你俩真的。看你俩，靠北啊，没杀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啊，白痴啊、哦，都没摔到，差一点点，哎呀，弑神失败，弑神失败，哎呀，差一点点啊，可惜啊，还在前进半步就摔到了。受不了啊！你看白台湾人那边用中国国旗，真的丢脸，还怕人家知道啊？开外挂你妈知道吗？开外挂你妈知道吗？你有那个实力吗？你有这个实力配得起这个四万分吗？看一下 VS 他会必跳啊！你看有没有？这就是外挂、啊。这就是外挂 VS 必跳，你看他的动作都是，你看他的动作都是在你拳脚那边，他就在那边负责移动而已啊，他在那边负责移动而已啊，反正外挂会帮他按嘛，你看他就一直走到你拳脚那边，他几乎做的真的就只是移动而已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，干你看我按中脚，他一看到我中脚，他一看我中脚按，他就先按一个东西把我吃掉。干你看这个判定，你看我按两次中脚，在我中脚按的同时，他就按了，干超白痴。
你看有没有？你看是往前往前再回哦。正常有人会这样子吗？正常不会有人这样子的。他就全部东西都交给外挂用。你看他都往前，然后外挂会自动挡。你看有没有？你看你看往前，铁三靠负二往前挡。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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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白痴的。你看你看，他就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交给外挂。这样玩游戏到底有什么意思啊？你真的觉得你很强吗？你真的觉得你很强吗？他受不了啊！就他几乎真的应该只控制按键。你看你看有没有？他是几乎只控制按键而已，玩游戏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为你妈感到可耻啊！为你妈感到可耻啊！兄弟，用一个外挂还会掉一个灯，你内心已经输了，起码有亮个灯啊，有起码有亮个灯不错了。因为我上次看他的战绩已经是100连胜，完全胜利哦，没有掉过灯的哦，没有掉过灯的哦，有掉过灯，有拿过灯已经很强了，真的。就我是有减肥减了半年啊，半年就瘦10公斤，我想说，哎，好像还可以，哦，就后面就瘦10公斤之后就想说暂时 OK， 就后面没有继续减肥了。不过真的又要那个的话，真的又变胖的话，就还要再减一下。亚妹咯中脚，哎呀，血量这么多，应该不会凹吧？运气不错，花一颗气，生死折，应该不会凹吧？应该不会凹吧？哎呀，起身数点，我大概有点摸透 ED 的凹法了。很多 ED 都是那个想要延迟凹的，反而不会第一时间凹，因为第一时间很容易被反凹。他们很多是第二时间啊。小丑是我，小丑，吼吼，哎，我知道，凹，啊哈哈哈，有没有？我就说大概有抓到了，来嘛，凹凹凹凹凹，阿松的丫头要拉拉我拉我拉拉，哎，我跳，哎呀，想干嘛呢你？想干嘛呢你？我早就已经全部看见了，哎，我早就已经全部看透了。我被 ED 凹他妈的这几天，我不是白被凹的好吗？哎呀，不是白被凹的啊！真的，偏偏那时候上电视，哎呀，真的胖，那也没办法。噔噔噔噔噔，中国兄弟不打啦，完了，完了，把中国人打怕了，中国同胞。真的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啊！算了，饶你一命。